200块有人要吃啊，200块啊！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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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还有人要吃的吗？还有人要吃的吗？哎哎，怎么了？你说倒不如都给你就对了，是吗，姐姐？你说倒不如都给你就对了，是吗？对，没关系啦，跟你讲啊，怎么可能会只有一点点而已呢？你想多了，你都想了，都想了两公斤呢。来啊来啊来啊，这个有人要，个有人要杀要烫，我就是200块，个有人要熬。我这世人毋捌卖到遮侪量个啦，200块敢个有人要吃啊？一公斤的我毋捌卖到遮侪个啦。这若搁加两支啊，就卖300去啦。我招一个200块，敢个有人要熬？我招一个200块，敢个有人要吃啊？吓，较200块，敢个有人要熬？吓，我问一下好无？200块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两公斤的啦，这胎200块无人敢吃吼。这胎200块无人敢吃吼。好啦，安尼是，来来哦，这样这样。来呀来呀，安尼啦，好，安尼啦安尼啦。还有人要吃的吗？我剩这南山的无啊啦，我剩这南山的尔啦。来呀来呀来呀，安尼啦，200块就对了，200块就对了，200块了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安尼啦，我招一个一堆200块，敢够人要吃啊？我招一个200块，敢够人要爱？你放心，做你安啦，这一堆无通甲你看好的，只要够了钱。我招一个200块，敢够人要吃？同款啦，一堆200块，够人要爱？无啊吼，无啊，时间够不快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安尼啦安尼啦。啊，这什么话讲？没关系，我要跟他说一下。算错还是要退的，还是要退？剩咱三个鸟，我袂买。八只啦啦，正啊正啊，等于太差，对吧？回去喔，太好了啦，太好了，回去虽然豆煎好吃，洗洗這樣就好了，路口一隻菜，一隻肉吃這樣大吃就對了啦，便當做餐的多少個，30塊40塊都有啦，這樣兩隻4隻6隻喔，來我招一個2隻4啦，200塊就對了啦，我買啰嗦啊，剩這兩餐而已，緊就好了，時間不比了，來這樣，獎8隻喔，來獎10隻喔，來我招一個200塊，有人要愛啦，同樣啦，沒啰嗦啊，獎12隻喔，來200塊有人要愛啦，正的啦，正的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啦，你绝对买无遮俗的啦，我讲真的啦，14隻好啦，我招一个200块，够人买来200块啊，买只200块大个好啦吼，好啦吼，来来，两块老婆甲你拼个10隻200块就对啊，200块啊，我招一个买只，还佫有人要爱无？剩咱只咧无济啊啦，2隻4隻好来啦，我招一个6隻8隻好来，200块你买无啊？10隻好来11隻啦，12隻好来200块就对啊，14隻好来，我招一个200块，够人要吃啊？没事没事，200块啊，赶快无啰嗦啦，不用说，这16隻好来，我佫招一个200块，够人买来200块。是燕尾比较不好意思，买只200块正，哎，你敢无？阿姨，把这个干不？来来来，我买两包米啊嘞。我叫你买两斤嘞。两只三只后来两包。阿姨啊，三只我等啊。四五六个六只了，七只了，我靠，要了七只，剩7隻有人要吃啊？阿姨啊，哎，恁上有要买几只哈？哎，大个恁两个啦，恁两个我上要搁爱啦。上买三个。哎，你买较济啦，还搁卖你好无？我拄个买3包，我再买还搁卖你好无啦？少卖你啦，50块就好啊，7隻啦。哎，无啦，唔是啊，伊送买较济啊，刘宇哦，啊大啊大啊大啊，这都卖搁讲啊，200块就对啊啦，刘宇，我问一届啊啦，当你要煮，用烘呢？啊，好吃啊！哎，好好食啊，用烘的好食啊！哇，大样啦烘的，我来大样啦烘的，你问我这问题，我也无甲问啊，凊彩啦，凊彩，啊无你就甲。剁剁的，炒炒的，好啊。煮汤滚滚啊！哎呀，煮汤滚滚啊！来啊来啊来，大大无啰嗦，200块就对啊，200块啦。这刘宇敢够人要吃啊？吓，我你讲我春节咱三日，我招一个200块够人要爱，200块啊。刘宇200块敢够人要爱啊？200。阿姨，你咩？我招一个200块够人要爱无？200块。200块敢够人要爱？200块够人要吃啊？无人要爱啊吼？无人要爱啊吼？大你敢要200块？刘宇。诶、欸，人路口搞阮咧钱，得等于无，咧假钱咧咧用起啦。吓吓，200块够人要来。来来，这样。来。还有人要吃的吗？我春节人三日真正拢无啊啦。我搁招一个200块够人要吃啊，200。来，上好搁一个啊。200块够人要来。无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咱有真诶啦，200块啦。饮料无？淡淡鱼啊，这个饮料诶啊，这个妹妹。哎呀。啊，爱搁钱。好饮咖啡呐。我招一个200块够人要来无？最后一个啦，最后一个客人200块有人要吃的吗？最后一个200块够人要来无？什么？我无讲啊，无讲。一个甲明仔头一个大哥啦，大哥叫刘宇善的，叫偷偷啊。我招一个200块够人要吃来无？最后一个啊啦，咱讲真的最后一个啊，卖搁闹啊啦。最后一个有人要来无？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啊，规个拢去啊，拢无啊啦。
我招一个，最后一个200块，有人要来？200块，哈，哎呀，出侪啦，感谢你，少年人也真侪。哎呀，差，我拄啊六块了，又尴尬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啊，这有人要食无？这叫啥乌骨鸡啦？鲍鱼乌骨鸡就对啊啦，啊，内底有六干贝啦，内底有六块干贝就对啊啦。一只活动，三斤蛙，2.5×6=4斤啦，一只四斤重啦，一包咧四斤重就对啊啦。这只落口餐厅煮较好，我无好笑讲诶，这只十人份啦，饭桌咧用个十人份咧，一个红啊红起安尼有无？这只卖偌济？乌骨鸡啦。地巴啦，地巴啦！小朋友，那个没有洗澡。哎呦，没有洗澡，对啦，哦。啊，你无甲教。对啊，就是没有。来啊来啊，我买到说凊彩了，知意啊。本来有生，我讲你好哩。我你讲，后礼拜我炸飞来，气甲。来，我你讲，乌骨鸡较营养啊，所以人拢卖乌骨的，恁听有意思无？这一只。一只十人份就对啊，一红起来就对啊。餐厅煮较好，只只该摕偌济，该无摕7-8百啦。你听我意思无？只只摕较好，该无7-8、7-8百啦。我你少一个，只只500块有人要食的无？四斤重，上大只的啦。我少一个400块，我少一个人摕就好啊啦。三五来啦，300块啦，我少一个300块有人要来，无来大个啦。我少一个300块有人要食的哈。伊天气寒寒，即摆暗时天气寒寒啦，恁只鸡汤袂歹啦。你听。